服胡麻赋并序，使余常服茯苓，久之良有益也。孟道士谓余，茯苓燥，当杂胡麻食之。孟中问道士，何者为胡麻？道士言，芝麻是也。继而读本草云，胡麻一名狗虱，一名方精，黑者为巨盛，其由正可作食，则胡麻之为芝麻信矣。又云，性与茯苓相宜。于是始意思梦，方将以其说食之，而子由父茯苓以示于，乃作胡茯麻赋以答之。世间人闻茯芝麻以至神仙，彼大笑，求胡麻而不可得，则望指山苗野草之时以当之。此古所谓道在耳而求诸远者愚。其词曰，我梦与人齐而长兮，会而告我药之良兮，乔松千尺，老不僵兮，流高入土，龟蛇藏兮，得而食之，寿莫良兮，于此有草，众所长兮，状如狗虱，其茎方兮，夜吹昼曝，久乃藏兮，茯苓为君，此其象兮，我兴发书，若何服兮，乃月乃征，甘且余兮，补填骨髓，留发肤兮，世身如云，我何居兮，长生不死，道之余兮，神药如蓬，生而炉兮，世人不信，空自取兮，搜绝异物，出怪迂兮，搞死空山，故其所兮，至阳赫赫，发自坤兮，至阴肃肃，积于前兮，既然反照，诸在渊兮，我之不灭，又不凡兮，长虹流电，光烛天兮，皆此区区，何异于其间兮，辟之高游，火之所传而已也。